车第一班9:48的，现在在月台准备要开车了。好，8:47，因为我现在要坐过去了。好的。先拿去那边放。哎呀，对呀，也可以呀。哎呀，阿婆你用我多啊。时间就可以了。啊，票房呢？我阿你，嗯，票房够未？几大个箱啊？我啦，够票房，落车啦。落车。落车要哪？落车我抓直接我号伊就好啊。为了你出来时啦，出来准。出来抓直接号伊就好啊，直接到抓时就好啊。哎呀，你到叫人出来时就好啊。那人家我副站长啊，你迄落袂使啊，哎呀，出来较简单啦，出来随时用袂使迄落啊，准时无着，但出来嘛是使。我这个用啊，哎呀，是要进来迄个较麻烦啦。可能啦，无迄落摆到车顶，每一只提着了吼，无算的话是讲都不管说说问题都，蛮实在啦，哎呀，无算的话，就咧放在遮，伊反倒是，上好是放在头前啦，哦，上好是放在头前啊，嘿啊，但我因为我做事有排着较要紧，我无讲无，大家无安尼分哦，袂特别这样留车留在了过来，对啊，你看顶个头抓个一抓，袂介事啊。你也顾啊，袂好势。对啊。我最近钓一条红。阮啊，阮哪咧是钓？你若无哪咧，不然再分开说咱个技巧性的方面啦。哎呀。方面啦。要挂多些嘛，是噻。我这地人，咱以前人家先挂几个人，直接占钓我。你冇话讲啊！你那请上个我票房吃嘞，吃票房。吃票房。呀，阿弟阿弟，那你去，叫人吃票房。啊，停车位你又塞。一车一家，你都够爽的。停车位也比较便宜。Yeah.
弯曲线哦，反正都来讲的，因为全部拢爱换啦，无换了无看恁在干啥做了啦，嘿啊，另外后边。是啊，你还给我卖点。
就你要做柜子做，要进去那十点钟来买包啊。不用卖给你，卖几笔照片到八盒子的啊。只放在一台上，然后我要做柜子。啊，你有啊，有这些啊。现场东西接送一下。好，我知道，好。谢谢。刚刚那班应该算第一班。对啊，进海科馆。我进去那一班是第一班啦、也是海科馆进去的第一班。对啊，海科馆最早。刚刚进去是第一班啦、也是连起来的第一班。反正那第几班都不要紧了，管他。那活动啊，十点多班。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。第几班都一样。可是你前面变成有时候这边你要从那边切过来，变成这边要线路要比赛要把它让开嘛，对不对？它要下去比较麻烦了、要下去你一定要挡两条路啊。哦，对。那要上来就是只有一条而已、因为那边之前在三貂岭那边就已经过来了。对啊。去看这边的要找这边的空档。对啊。这边你一定要像我们刚刚就挡到外面的嘛，要两条都进空以后才可能进来。可是你要是班次多，那就会有变数，会不断，因为会卡在这里。因为怎样，我们要开出去，他就没有办法进来。所以以后只要是
中间一个小环节，嗯，这边就不放了。累的话，这边就没，就成一个习惯。问题他考量是先拉谁，也不一定。看车没有，一定要我出去以后，他才可能进来。所以，啊对啊，因为那条等于几乎不能用。那一条你主要是跑平溪线那一条几乎不能用。啊，对啊。就只有这一个地方。除非是早上发车过来的才，才没影响。对。或者你直接回七堵的才没有影响。哦。最后一班，最后几班。如果只要平溪线跟那三号线卡在一起的话，那就有影响。光一个刚刚那个。路牌就麻烦了。你刚进来的时候，他是从哪里啊？从那边站房这样站拿过来吗？还是放在后站？没有，他本来要拿给我，但是他车子进来了，他又不敢过来了，所以他就从那个地下道上来了。哦。他地下道上的话，他就直接拿给那个列车站。车长。哦。变得你要跟车长再确认。欸，可是他车牌不能放在后站吗？也不行，不行。那除非说你要快进站的时候赶快拿过来。对啊，拿过来啊，然后我们接就可以。不然这样是完全是违法。先坐没关系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没有办法。回来就还好。未来是顺顺向，现在还好哦，以后天灯节一定乱，哦，人质比较多，一定乱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也会把节目这一套。照一下，啊，谢谢，啊，照一照，我就出去了。那是工作人员。
好。好。好，谢谢。
三条了，三条，三下条，三下。470064706了，哎呀，其他都是小月台啦，是不是小月台，是在站里面啦，站里面，哎呀，就是在站关月台了，对呀、啊，不是啦，因为他是那个他现在有半客了啊，早上两趟，下午一趟，对呀、啊，两趟吧，两三趟吧，不晓得，哎呀，有半客一定要到月台去啊。啊，我这一趟没有啊。一天就三趟来回，有半个。应该是的。我记得就三列而已，03、08。对，应该是。然后什么33、34、42？没啊。记不太清楚。没啊。现在刚改一点哦。还乱呐、啊。哎，对。没啊，来。
Thank you.
那边有十个表吗？有啊有啊。要不要再拿？哦，这边还有。还有一百条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第一次接的，小三开车。司机是林哥开车，谢谢。Thank you.
道吗？这个打的不是，哇！我讲这个谁啊？